Hello， 各位道顺，我是 Roy， 欢迎来到 Rena。那今天我们来开箱我们这个伟高45周年的雷吉特别版，那它的编号呢是92429。OK， 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打开来看看里面是长什么样。Let's go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，请在频道的名称旁边点击订阅，顺便开启旁边的小铃铛，选择最上方的全部通知，这样每次有新片上传的时候，你就会第一时间知道。谢谢你们的支持。OK， 那这边呢就是这台盒车里面所有的东西。那我们先从车壳开始看，车壳呢是我们这次是这个是雷吉啊，是有碳纤维纹路的雷吉软壳啊，这是软壳。然后呢，如果说是上一次田宫出这个雷吉软壳没有办法拿到的朋友呢，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这台盒车咯。 OK，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。 OK， 那这个呢是它的贴纸。 OK， 那底盘呢是 MS 底盘啊，是 MS 哦，不是 MSL 哦。然后它的这个材质呢是 ABS。 OK， ABS。然后它的颜色呢，板件跟底盘呢都是我们的荧光橘色 ，OK， 都是荧光橘色 ，OK， 那这个是它的软壳架 ，OK， 那它的轮胎啊是有字刻字的轮胎啊，伟高45周年的超大径，这是硬胎啊，这是超大径硬胎 ，OK， 轮框超大径。然后它的这个材质是 PP， OK， 然后是超大镜，也是这个荧光橘色。齿轮比4:1， OK， 然后这个 MS 用的低速低摩擦导轮，然后橘色的这个8T齿， OK。那这个呢就是这台车里面跟的所有的东西了。那我们来看看组好之后长什么样子。 Let's go。 OK， 那相信大家已经看完它如果装完之后长什么样子了。其实呢还是跟上一台车是一模一样的，这台车非常值得收藏。那我个人呢也是把这个已经放进我的收藏柜里面了。那如果说是喜欢这种碳纤维款的软壳的朋友呢，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咯。 OK，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